所以刚刚我这边标T就是要连接他的脚，这边看起来他的脚会拉长，做这个一个视觉效果，然后这边做一个线条，假的线条，让它看起来他的脚就会比较形象。 有时候我们平时比如说注意这个样的礼貌。
嘴巴。 再用这个啊。